안녕하세요예저는미치에다슌스케입니다저는와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아직한국어잘못되지만저는공부하고왔습니까감사합니다日本人气男星导致军友的电影《今夜》，即使这份恋情从世界消失，引进韩国后引起观影热潮。为了回馈粉丝，日前导致军友带着这部电影现身韩国进行宣传活动。1月24日，刚一现身机场，导致军友就遭到大批粉丝围堵拍照，人气异常火爆。他在韩国首尔进行了多场见面会活动，非常亲民的和粉丝互动聊天。で、皆さん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った足運んでいただき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此次现身的他颜值状态相当完美，引起在场女粉丝一阵尖叫。作为日本偶像的神颜代表，道智俊佑一直以来深受女性粉丝喜爱。他首次主演的新电影《今夜》，即使这份恋情从世界消失，自从11月份引进韩国后，总共动员了超80万人次入影院观看，创下近年来韩国引进日本真人电影观影人数纪录，在韩国影史上排名第四，是近10年来成绩最好的电影。电影在日本国内也收获了15.3亿票房，可谓相当火爆。有观众评价道：“智俊佑这张脸放在大荧幕上是对我眼睛的恩惠，也难怪他能在亚洲范围内掀起这么大浪潮了。”